石总，田总和几个股东说联系不上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给他们回个电话。知道了。石总，您看了财经界的那篇文章了吗？就是郑书意郑记者写的那篇。我很抱歉，因为乐安的问题给云创带来了危机和负担。陈康，云创和乐安是伙伴，应该共同进退，何来负担一说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当务之急是走好乐安的下一步。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会好好考虑乐安和黑马的合作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以我的口吻帮你联系一样。贝欧娜，麻烦来一趟我办公室。要合作但不并购，成果还要共享。双方进行一次专项合作，就一起攻坚这个技术，共享成果，有可行性吗？我们抛开怎么划分专利、收益分配这些问题不谈，就单看黑马和乐安的竞争关系，这件事情的后续就会非常复杂了。而且，黑马一心想要并购乐安，他真的会愿意项目合作吗？不确定，但黑马的进展也不顺利，我想试试。实验哥哥要是想试，你就去试吧。反正法律部分还有合作细则，就交给我。谢谢。田叔叔那边，这个你放心好了，乐安好了，我爸也是赚钱的呀。反正啊，他不会生我气的。我这么写，实验现在会不会很麻烦？你回来了。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捏捏肩？做什么亏心事了？我能做什么呀？就是一天没见，想你。你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了吗？文笔犀利，一针见血，一如既往的高水准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犀利了？董事会给你施压了吗？你写的文章有理有据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他们施压也跟你的文章没有关系，那就是有咯。那有什么事我能为你做的？你在陈述事实，表达观点，这就是新闻的意义和价值。说不定有人看了会有新的想法，云创也因此有新的机遇呢。你如果真想弥补，不如你帮我一个忙。是什么？我没有易阳的联系方式，我想约他见一面。易阳？你要约他谈乐安的事？我可以旁听吗？商业机密。那我先谢谢郑大记者了。石总这是说服陈总了，并没有。我是来说服易总放弃并购的。石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？乐安有成熟的团队和生产线，黑马有 Blues 这种核心技术人才，
两家公司各有各的优势和规划，单纯的并购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乐安一心希望打造国产芯片，不断技术升级，所以没有办法接受黑马的并购。黑马在技术方面只会更有追求，不然 Bruce 也不会加入黑马。但 Bruce 的研发还是没有进展。易总不如考虑一下，两家公司合作研发，一起突破技术难题，共享荣誉和成果。石总，乐安的现状用穷途末路形容都不为过，你哪来的底气跟我谈合作和共享？说真的，陈康恐怕自己也知道，如果不接受黑马的并购，等待乐安的只有失败。黑马又何尝不是呢？布鲁斯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但是技术研发并非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。眼下，黑马去哪儿找这么多成熟的技术人才来配合布鲁斯？即使能找到，易总有算过需要花多少时间吗？所以易总不如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先合作实现共赢，也为招揽人才留出时间。技术会一直迭代升级，这次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阶段，下个阶段黑马依然可以和乐安各凭本事，比个高下。我会考虑石总的提议，不过石总今天主动来请我帮忙，舒毅知道吗？确实要感谢我女朋友，不然我哪这么容易约到易总啊。怎么会是秦秀明啊？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医院，小月出车祸了。啊？怎么会出车祸啊？人没事吧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没有大问题，不算严重。哦，在哪家医院？江城第一医院。我马上到。小月，你玉欧，是我。小月呢？她出车祸了，现在在检查。车祸？在哪家医院啊？小月，她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。只是吓到了，医生已经检查过了，只是皮外伤。不都跟你说没事了吗？你那么着急赶过来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遇到事情淡定的像吃了绝情丹？对了，你看新闻了吗？就是秦总被拍到。和宋云兰，我看见了。这种事情你也这么淡定？怎么了？我跟你一样，也很难受的。为什么？哎，
没想到我跟偶像距离拉得最近的一次，竟然是他跟我男朋友的姐夫做出了这种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秦总和宋月兰呢？不是都说他德艺双馨吗？结果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。啊，他还说他永远歌颂爱情，这不可笑吗？他不觉得自己脸疼吗？姐，没想到第一次和石岩的姐姐见面，居然是在这样难堪的场景，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太难受了。这是幻觉吧？舒逸，叫姐姐啊。施怀曼就是宋月兰，宋月兰就是施怀曼。姐姐，哎，你长得跟宋月兰真像啊。大家都这么说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我经历了第二次社会性死亡，而且还是无法挽回的那种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有啊，我结婚了，忘了告诉歌迷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搞笑吗？醒了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我看见新闻了，对不起。傻瓜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啊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你也别自责了，这些年你隐瞒婚姻的情况，也是希望我们有正常的生活，希望月月不受影响吧。你妈妈在电话里面知道你出车祸了，在录制现场啥也不管了，直接就跑来医院了。妈妈，我没事儿，真的。没事就好。